先去小里脊，里脊肉嫩啊，炒菜好吃。然后后腿拉开，从第二节啊，看好，第一节第二节，用刀根儿啊，拿手把这肉皮拉透啊，拉透一掰就开了。来，剔骨头，先剔后肘，哎，对，找对关节，尾骨下边是棒骨。排骨，排骨剔的肉要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啊。快走，玩前腿，起前肘。上面是梅圈肉，扇骨 ，OK， 谢谢。